这样进入未来的形状，还期望宇宙永恒的假象。一辈子对我而言是种信仰，就算圆满也要收场。各位学长姐要毕业了，然后就很多人其实之后也要在硕班，所以其实也没有离开交大，所以只是一些真的要离开交大先跟你们说声毕业快乐，之后还是要多多回交大打球哦，谢谢，拜拜。各位学长姐，恭喜你们要毕业了，就还是要回来哦。好，就这样。这样没关系啊，可以。现在开始了吗？这样开始了。好，首先呢，恭喜各位学长学姐学姐妹，你们顺利的毕业了，希望我能够步入你们后尘。好，拜拜，要记得经常回来打球哦。在这一年的比赛贡献的非常少，我也承认。他赢的时候呢就输了，然后输的时候不小心就赢了，然后每次都当败笔。然后我只能说，我只能在这次拍这个奇怪的影片的时候。付出了，我觉得非常多，被那个穿白刚刚穿白色有点胖胖那个逼的，谢谢学长，谢谢，以后多回来打球。各位学长姐好，很高兴你们毕业了，你们这一届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届，不管是在课业上还是在桌球上，都非常的照顾我们。然后真的是谢谢学长这两年来的照顾，在比赛上也给了我很多的意见。那希望接下来还可以在球场看到学长姐们的身影，然后还可以一起出去比赛。好，学长姐毕业快乐。感谢学长姐这两年来的照顾，让我学到很多，不管是打球还是课业上与人相处的道理。啊，虽然学长姐要毕业了，可是还是在研究所，所以还是回来，只有小时去成大，以后就是打自备的时候再见啦。然后恭喜学长姐要毕业了，然后祝你们鹏程万里，毕业快乐。